我觉得白草的体力像运不完似的，反而变得特别主动。是着急了吧？已经到最后关头了，白草肯定要着急的。越着急就越容易有漏洞。我觉得青怡可能会抓住他的漏洞，把他给 KO 掉的。 终于忍不住了吗？这样最好。这次我让你记住，属于你永远都别想抢走。你们看，婷宜好像要……没错，他估计到了。虽然婷宜师姐之前打的比较被动，但他故意露出破绽，就是在等百草出他最擅长的双飞踢，然后就可以守株待兔，给百草一个致命的回击。不愧是婷宜师姐，百草输定了。 这高度，这不是双龙体，终于等到你了。 别那么激动，来来，坐坐坐坐，还没完事儿。